天赋异禀，精进甚促，一晃16年已过，我这糟老头子可再没东西教你了。这些年来，为师与昔年护你来此之人偶有书信往来，他闻你一成，欲邀你出山助你一展抱负，岂非正如你所愿？却不知你此去有何打算？若来日拥兵掌权，你又当如何？好，很好，心系苍生，胸怀大志，以恩德昭于四海，你有尧舜之仪也。方今四海扰攘，前路难测，不妨让你师妹同行，此女伶俐，或能为你帮衬一二。丫头，你意下如何？既为同门，自当互相帮扶，我这做师妹的自是义不容辞。终于可以出去玩了。好，很好，如此你们去吧，去前你不妨先立名号，再择一地与周太聚首，共议兴兵之事。大丈夫处世，当扫除天下。巾帼今朝复乱世，修天下须眉。神州云谲波诡，四方暗流涌动，天下州郡拥兵自重，各怀心思。今朝身负乱世，我该如何抉择？周将军，一别十余载，终于得见。听闻将军从一众歹人手中救得一城，又凭宝刀，雄姿依旧。此城便是周某的见面之礼。昔年太傅曾怀扫清天下之志，周某也为神交知己，只愿你继承此志，武夫周太愿为效劳，但能护得主公周全。周将军慷慨豪迈，有古人之风。奋强突固，无坚。非道不行。
兵。哼，果然贼心不死。城主，这便是原来盘踞于此的贼子，每每击退，便又重聚部众，啸聚山林，甚是难缠。贼众如此，必有魁首一呼百应。当釜底抽薪，擒获此人，方可一劳永逸。既如此，城内兵将聚在此，请将军上阵。兵卒就位，整备就绪。贼军腹地兵情难料，探子来报，如今知己知彼，三军出征。首先一眼望去，明亮突起的地块部队兵种之间相互克制，请周将军率枪。小个子将军，万事俱备。情如燕，竟能在周某手上逃了。贼首疲于奔命，难以远遁，可再请清兵。今日落得一败涂地，好生蹊跷。好在路，哎呀，此去擒贼的通路有断，不过不碍事，我们只需彻底攻。士兵在战斗中会有伤亡，如此一来，主媳妇，快放开老子！贼首张燕已擒获在此。张燕，我说姓周的匹夫勇则勇矣，却哪懂这行军布阵之道？阁下武艺卓绝。嘿，这话八不敢谈。幸得良将。Thank you.
师妹。话说，仓库中可以。
奋强突固，无坚不陷。突固，无坚不陷。奋强突固，无坚不陷。突固，无坚不陷。
天灵灵，地灵灵。